那我们准备由理事长来给各位表扬。那首先我们要介绍行医满40年的凤山区庄维洲国策顾问，凤山区乔敏一医师，凤山区陈立华医师，凤山区谢静从医师，凤山区肖慧芳医师，凤山区孙家生医师，凤山区张三官医师，冈山区李正龙医师，冈山区王家约医师，还有鹿竹区的王永川医师。好，麻烦这些医师上台接受表扬。行医满40年，那各位给予最热烈的掌声好吗？行医40年的资深医师哦，非常的不容易哦，行医了40年，真是非常的不简单哈、哦。来，我们再掌声鼓励一次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更厉害的哦，就是行医满45周年哦，45年的医师哈、哦。那待会儿请我们的医师45周年的医师上台的时候，请由左到右哦排列啊、哦。那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45年的行医45年的凤山区林景兴医师，林园区郭连泰医师，林园区黄昭荣医师，林园区许一郎医师。林园区周希正医师，林园区柴正光医师，冈山区陈耀平医师，行医满45周年，麻烦7位医师上台接受表扬。
请我们的卢理事长啊，一代表峰会颁奖。掌声鼓励。接下来是白世光医师。我们的四方委员在台上，先跟大家
都是谢谢啊，都是谢谢。那纪委员，安你会被刮花了哈。啊，但是在这拜托支持，啊，伫咱明年的初选时，会高票当选，代表咱民进党来参选高雄市的市长。啊，伊是正讲咱足济个，会使讲上特权的肩膀人啊吼。啊，所以拜托大家，再次恳求，我们也祝福他顺利当选，谢谢。谢谢我们的委员哈、哦。那我们在颁发五十年行医奖之前，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哈、哦。那我们刚到的贵宾就是我们的高一大的刘景欢刘校长，欢迎刘校长，谢谢。那还有我们来了非常多的地检署的长官，还有南基组、警戒的等等的长官，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包括。台视、三立还有 TVBS 的特派员都到我们的大会来，我们也谢谢他们。谢谢各位贵宾。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市议员，参选的黄文义哈，黄文义委员到议员到前面了，那欢迎他。接下来我们继续表扬资深医师，行医满五十年，鸟松区王金珍医师。大寮区的严正雄医师，旗山区李纯一医师，请三位我们行医满五十年的资深医师上台接受我们的表扬，请大家掌声鼓励。也请刘理事长来颁奖。我现在颁发给王院长哈，来鼓励一下。加油了！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行医满五十年的严正雄医师，大寮区严正雄医师，来请各位的掌声给予鼓励好吗？两位跟我们的理事长合影一下。那各位再来用这热烈的掌声再鼓励他们哈、哦，行医满五十年，王清真医师跟严正雄医师。人生半百已经很难得了哦，然后他已经行医满五十年，真是不得了。谢谢前辈。接下来我们表扬行医满五十五年的前辈，凤山区李茂雄医师。因为今天李茂雄医师哈有事情没有办法到现场领奖哈，那我们在这边就用最诚心的祝福来祝贺他哦，满行医满五十五年。接下来节目我们要球赛表扬。那我们今年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我们李监事组我们的洪强修理事勇夺总杆冠军，请我们的洪强修理事上台接受表扬。我们的洪理事相当的厉害啊，打了79杆，没有讲错啊，79杆哦，勇夺我们监事组第一名。恭喜洪医师！来，各位再给予掌声鼓励好吗？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很精彩哦，我们要表演和气道哈，我们的和气道哦。不过在表演之前哦。请各位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好好的用餐哦。那我们准备来铺这个垫子哈、哦。我们要特别感谢振兴
最新到馆馆主李永胜夫妇，还有合气道五段教练陈秋阳老师，剑道七段张宗阳老师，跟大家宣布，真心道馆免费提供高雄县医师工会会员及健署，在今年11月、12月到明年1月，一共3个月的时间，免费体验合气道30，以30人为限，那剑道30人，共60人。时间是礼拜六、礼拜天早上8:30到10点。啊，欢迎对合气道、剑道有兴趣的医师会员或眷属，可以接洽工会或是高长武师。我们再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个合气道的表演，好不好？他们不只要来表演，还要自己铺垫子，真是辛苦。好，那我们现在欢迎石心堂道馆的这一些师傅哦，师傅哦，你们师傅准备要上场了哈。我欢迎由陈秋阳老师所带领的合气道，欢迎。如理事长，各位长官，各位会员，大家好啊！我们是高雄市合气道运动推广协会的教练成员啊。那我们跟工会合作的合气道防身术班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医师啊，如果在就诊的时候遇到比较护理性的病患或者是家属啊，那么我们学了一些防身的东西啊，希望可以能够在那边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病人的安全啊。那么我们今天有跟工会合作的这个合气道班我们今天的展示，希望各位会员如果有兴趣可以多多参加我们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合气道防身术班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时间不多哈，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第一组成员呢，就是由一个不是很壮的女生能够让各位看看合气道它以柔克刚的东西。好，那我们就现在就欢迎杨雅欣同学跟王友生先生哈，来第一组的表演，好，来请开始来。Okay, yeah.
好，来，他们要练习的是，比较高难度的动作哈。好，来，那么请开始来。动作都很到位哈。这个是蛇身的动作。这个是十字固的动作，做出的里面的动作啊。其实我们也都会学一些摔的动作哈。
些和气道的师傅哦、师傅们排场哦，卖力的演出。你下个呢？别骨折哦。在我们进入下个合唱团的表演之前哈、那我们今天刚刚好有贵宾来哈、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全联会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也就是我们的邱泰元邱立伟，我们请邱立伟上台致辞。应该先讲啊，吼、昨天委员吼，教育委员还够上来，还有我们很多灌溉云集啊，每次到高雄来的时候，就享受到这个灌溉云集，还有最重要的是家庭的气氛呐、所以我的阿拉伯人一点，感谢行程来摆一摆吼，来家跟大家每这个高雄的一线大家庭来见面，尤其卢理事长是我们一届精英中的精英。我今天早上去参观那个，跟我们郑燕姐理事长去参观梁山那些鬼部队的哈。小燕说他们是精中的精英中的精英啊，那、因为他们三西周年庆，我刚好有一些姻缘哈，所以去在那边参观。那我们高雄的一届，在卢理事长还有很多理事长领导之下，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一届的精英中的精英。哦，所以也是稳定我们台湾民众健康最大的力量。那利用这个时候，我来跟所有高雄县市哈、大高雄地区，还有屏东都一样哈、还有我们澎湖很多的一线的前辈，长期贡献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是以最大的建立。因为你们的努力付出，因为你们的团结，让我们更好的医疗政策可以推行。那我们的健保虽然在困苦当中，我们依然有一个向上奋斗突破难关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代表全国医师工会全联会，我们在全国奋斗的当中，我们需要南部的最大的支持，大家给我们全国的一些支持好不好？好，谢谢。好，未来我们一定更加的合作，全国性的来贡献我们的来一些一起努力，来贡献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今天，在这边祝福，大会成功，各位在座的前辈、长官、贵宾，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非常谢谢，多谢。谢谢，谢谢我们全会徐太元理事长，谢谢。各位理事长，好，敬大家。我们请邱太元理事长来敬大家。大家举杯来，大家举杯。请大家举杯啊！我们的邱理事长跟大家敬酒。谢谢。好，干杯！谢谢邱委员理事长。谢谢。谢谢。向你介绍一位贵宾，我们屏东县医师工会郑英杰理事长。欢迎郑英杰理事长。还有我们牙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谢尚廷理事长，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的局长姚宇静局长，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刘德林，好吧，不是，对不对？高雄市议会刘德林议员。接下来我们邀请立法委员赵天林委员。赵天林委员，欢迎他。谢谢今天大会的主席，我们卢荣福卢理事长，以及我们今天在座灌溉云集，刚刚司仪其都有介绍过。不过还是必须说，中央到地方，不管是我们卫福部的次长、地方的局长，还是立委到议员，然后我们各个医师团体，今天都展现了特别像大家庭一家人的那种团结跟这种感情。那也特别是卢理事长领导有方，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一起问候问好，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大家好。好，委员好。这卢理事长一直都像我的老大哥一样所以今天不管再怎么忙都要来。我下面请有老大哥嘞，
因为哈，南宫哦，迄个很多电影都有演嘛，这个一只小鸟哈、哦、破了那个蛋之后，看到的第一个都会叫，好像什么爸爸妈妈那类，对不对哈、哦？我人生哦，在上一届立的第一个法案，哦，就是我刚当立法委员的立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卢理事长要求我立的，就是哦，那时候县市刚合并，可是我们高雄市医师工会跟高雄县医师工会虽然感情很好，但是哦，那信件哦，刚好稳重稳好，就我赶快啦。好，包括资产啊，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硬要合并哦，欸，恐怕反而哦，没事变有事这样子。所以他就说，希望我们能够立一个法律，啊，说哦，这个在县市合并前已经存在的啊相关的社团，不需要一定要勉强合并，可以继续保留我们高雄县医师工会的名称。啊，结果这个造福很多人啊，这六都啊，这个都有这个现象。那所以呢，我们啊，这个人生的第一个法案，就是让我们高雄县医师工会的这个历史悠久的名字可以继续保留下来。好，所以这是我最光荣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那也谢谢卢理事长，在我上一届的四年八个会期里面，一直都当我的智囊团，给我帮忙很多。所以呢，啊，这份恩情永远不会忘。所以来到这个地方，除了祝大家医师节快乐，也再次跟卢理事长挂波剪。那我今天会输药，家里请用欢呼。那也请大家继续当我们的后盾跟智囊团。我跟邱依莹邱委员，以及我们的这个医界的泰斗哦，邱泰源邱委员，我们都会继续当大家的超级啦啦队。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林委员，林委员，林委员，委员，我们请委员举杯敬大家。好，祝大家医师节快乐，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赵委员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邱毅邱立伟上台致辞。啊，大家掌声鼓励，欢迎一下我们的邱毅邱立伟。哦，他身材矫健啊，行动矫健。罗市长哈，我在立法院的好同事，也是我们医师工会的大家长哈，邱泰源邱理事长啊，现场所有的医师、理事长、各位长官、各位医师的保健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哇，每一次来参加医师工会哈，总是觉得在这个医师工会的大家庭里面啊。真是热闹非凡哈！那这个每一次来啊，我们总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啊，包括这个我们医师，还有我们卫福部啊，不管是中医工会、药师工会、医师工会、牙医工会等等啊，我们跟卫福部之间的很多政策的沟通协调哈，其实都很需要我们立法委员在居间穿梭。那不过我们医师工会比较幸福哈，你们有一个邱泰源哈，这个在立法院里头是属于重量级的哈，在卫环委员会他也是属于重量级的，他的重量级不只显示在他的体重上面，更显示他在医界的分量，还有在立法院党团的分量里头哈。所以这个我们都听邱医师的啦哈，邱医师叫我们冲我们就冲哈，叫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所有医师工会需要我们党团协助的地方，邱医师都会给我们下指令哈，我们一切都听从他的指示。那今天中午很开心再一次来参与我们医师工会庆祝医师节的活动，也向在座所有辛苦照顾大家健康、守护大家健康的医师们对大家说辛苦了，祝大家医师节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喂，那敬大家，敬大家不是，敬大家不是要结婚，敬大家，祝贺祝贺的，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委员。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哦，就是由我们高雄县医师工会合唱团要来做一个成果展哈。那在我们布置会场之前哈，